就是大家。草山之上，列翔奇迹观众，你好，欢迎各位透过晚间爽的现场直播，一同来到阳明山，在中国文化大学体育馆欣赏2008年第二届亚洲大学男子篮球锦标赛。赛程进入到第四天，而场上待会要展开的赛程将是由地主队中华队要迎战的是香港队。我是高木贤，在我身旁是球评王卫直播教练，跟我们一同欣赏待会要展开的精彩对战。球评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卫杰。好，对于两队来讲，目前中华队是两胜一败的情况，香港队则是一胜两败的情形。至于晋级的情况以及冠亚军，目前谁的呼声最高呢？透过画面可以来了解一下。当然目前毫无疑问几乎可以笃定闯进到冠军战的就是画面上四战全胜的伊朗队，而中华队在今天如果可以顺利拿下，以及接下来面对包含韩国的比赛可以顺利拿下的话，应该已经冠军战再次跟伊朗厮杀没有太大的问题。而稍早呢，韩国队在稍晚要面对的中国队，而距离香港今天也希望能够寻求第二胜，至于中华队放不放手，想当然当然不太可能。至于黎巴嫩，目前是唯一胜场没有开张的零胜一败。好，中华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然是目标全力把剩下的比赛都把胜利收下来，自然而然可以在决赛里面面对伊朗来报昨天输球的一箭之仇了。但今天啊，不管输或赢，我觉得最重要的比赛还是在明天的对到南韩队啊。那对到南韩队，如果赢了就进军到冠军赛，如果是输的话就是争三四名。所以今明两天的比赛，当然啊，能拿下胜利当然是要全力求胜。好，其实在香港队的部分，其实第一天哇击败了中国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啊。不过接下来其实都是以比较大比分的差距输球，也看今天香港队的三分线是不是能够给中华队再一次胆战心惊的感觉。好，那画面来报告一下今天先发球员，中华队包含了李伟伦、吕振如、林奕辉、吴建龙跟吴岱豪，是昨天面对伊朗的先发球员。香港队部分，梁明雄、陈奕霖、黄镇伟、李少峰以及方成毅，也是香港队几乎不动的先发五人。中距离跳球，这场比赛已经正式展开。第一波的进攻尝试一个三分球，吴建龙没有能够摆进 air ball， 往里面顶小勾射，香港队出手有。哇，这个球队你不要小看他啊，也不要认为今天的比赛会很好打。当然第一天赢球啊，赢到中国队的确跌破了许多专家的眼镜，不过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实力。吴岱豪跨步大脚分出去，吕振如假动作把防守者变开之后，三分球比较短了。地板球再给进来，脱射了林奕辉。有顶住，不过可惜，自己在抓进攻篮板。哇，这边梁明雄是压迫得很紧啊。当然啊，香港队在主打的，其实进入到第四天的赛程，我们也看到他的防守阵型就是一个半场的区域的二三的联防，从第一天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过任何的一个防守的阵势。所以今天中华队碰到联防的时候，你的导球跟一个中枢啊内线是不是有所发挥，吴岱豪这个点是非常的关键。那当然在外围的话，你有没有维持到前几天前三天的高命中率三分线的水准也非常的重要。李易峰推得很快，到底线之后再给到李伟伦，欧迪大脚传，很快轮转着吴岱豪要单打，不过收球球掉，三打一的快攻，香港队来了。李少峰再分到另外一边，造成李伟伦犯规。当然李伟伦退防的速度啊跟一个观念算是非常的快，不过碰到方成毅有速度的四号的球员，当然打到篮下的话他算是来得比较吃香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画面看到，就算你退防来得及，可是你的身高还是来得比较矮。方成毅下罚球线第一把油，方成毅也是香港的国家代表队啊。嗯，虽然这样形容感觉怪怪的，是不过他其实是香港代表队的成员，在国家队的正选当中。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香港队的机动性都打得非常的好，尤其几个小个子把这个全场的节奏控制都是非常的得宜哦。除了昨天对到南韩队啊，当然有了中国队的教训，南韩队也不太敢掉以轻心。不过方成毅本身的爆发力这几天的确是展露无遗。这球传输不理想啊，吴建龙勉强把球救回来，自己还想要进攻。哇，这个快速的切入，吴岱豪还是发挥干扰的功能，方队往前推，二打三，李伟伦自己来。大脚分出去，正如身材上有优势，
今天到目前为止，中华队在整个单打的技术上，感觉好像还没有发挥到自己应有的水准。我感觉打得非常的轻松，有点太轻松了。那还是啊，必须要把这个进攻的速度啊，跟一个打法的清楚啊，要打到一个团队的打法。吴振如这是个踩在三分线上，两分球没进，篮板吴岱豪三分出来，吴振如球又被拍掉，感觉空间感一直拉得很好啊。外线梁明雄没进，好，双方都攻得很快啊，往前给吴振如。其实，在大部分的点上啊，才刚讲完李伟伦，今天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机会啊。如果对香港队连第一节都打成这样，我认为球员真的应该要检讨了。应该是心态的问题，一开始可能放得稍微太轻松了一点。四次的失误，这其中有三次都换算成了得分。吴岱豪，地板球给进去，又是传球的失误，多打少三打一，梁明雄自己上。啊，应该要暂停。第一节。中华队在手感奇差的情况之下，四次的失误换算成了八分，给了香港队，目前8-0，中华队还没有开张。中华队在本届赛事最长的得分干旱期，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已经打了这是第四场比赛了。第一次在第一节开打超过了三分钟，还没拿下任何一个进球。不过我们从第一天对到尼巴嫩的时候，尼巴嫩是处于一个盯人的防守，那再来呢，去碰到了其实最关键就是昨天的伊朗队哦。如果昨天赢球的话，就来得比较笃定。那一开始碰到盯人的防守的时候，其实中华队的适应能力还算是非常的好。不过改变到一个1-3-1的区域联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组织的确出了一些的问题。再加上今天碰到了香港队是守到一个半场的2-3的区域联防的时候，无形当中不管是失误或者三分线投的次数，我觉得这个比例都稍微过多了一点。外线出手来了，11-0啊，这是大家所想象不到的。还想要尝试单打，身高虽然有优势，不过禁区还是让对手完全 box 到掉。梁明雄比了一下，禁区已经有人等着了，出手不进。然后投篮的是12号的方成毅，吕振如。那吴建龙 touch pass 再回来，有。吕振如这几天的感觉的确是非常的发烫，尤其在昨天哦，碰到了伊朗队。独得了23分啊，尤其他这个三分线命中率也维持到一个50%的一个水准，所以昨天没有他的话，这个分数可能被利昂队可以拉得更开了。乔峰轮转进到禁区里面，第二十天的出手，篮板是香港队再拿到，李易峰抢了一个锅子，前面吴岱豪秀一下，需要这个灌篮提振一下士气，必须要这一季啊，必须要这一季。全场都打得非常的闷，几乎整场的一个攻势都是在这个香港队的身上，这球被点掉，暂停回来，的确慢慢发挥一点效果啊。不过林一辉转身又失误，轻轻松松啊。林一辉的状况真的差到有点夸张哦，因为他这一次几乎完全没有什么任何的表现啊。不过这一个球我们看到他失误了没有关系，可是你不能放弃，连一个围防的人啊都没有，只有互相的埋怨，可能就看，那你这个球怎么失误嘞？
还是要去防守，还是要防守。传球上这个失误有点离谱，直接传给了香港队的队员，又是梁明成来，哎呦，吕振如手长，毕竟梁明成就172公分而已。啊，这边防守又漏掉，感觉今天中华队在防守的企图心上，不像昨天面对伊朗啊，感觉比较强势一点。目前感觉很被动。我一个球队啊，该赢没有赢的比赛，这个的确是伤半队的一个士气。我中华队应该把心态调整一下，要想把接下来比赛拿回来，到时候在冠军战来报仇就更有价值。没错，应该保持一贯的一个作战的态度，这是应该是不要变。这一球林一辉的防守干扰成功，吕振如自己带过来往前给林一辉 touch pass， 吕振如再来，哇、wow。手感不好，有手感不好的方式，几个点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个，内线的吴岱豪碰到每一个队都是有优势。再来，第一天虽然打得并不是来得很理想，可是后面的这几天打得的确是非常出色的吕振如，慢慢跟吴建荣两个算是非常依赖的中华队的一个外线的火力。这球放轻了，偏出来，李伟拿到这球，快速推进，再给另外一边吕振如，要等吗？林一辉拿到就跳传。不过还好，吴岱豪已经在后场压保险了。李乔峰出手不进。然后我们的矮个子的退防太慢，太慢。今天是第四天的比赛，李伟伦大概今天是碰上跟他身高最接近的控球后卫，不过感觉整个防守的态度上好像不像前面这么积极。没错，不过我们这样子想啊，因为刚好香港队的个子啊算是非常的矮，如果是碰到那个高大的话，应该就杀进去了。再好一个三分球，双方是一会儿一度0-8的差距，现在中华队只剩下1分落后，12-13，再守一波，拿命球，这应该是过去补防帮忙的时候被吹了一个犯规，李伟伦。第一节进行到现在，中华队已经有团队4次的犯规，香港队1次都没有，不过犯规过多也是这几天最大的毛病。没有一开始开局就是有专注的在球场上，也是中华队非常要命的，几乎啊4场的比赛有3场球都是从逆境当中啊去逆转的获胜啊，只有昨天是被逆转。场上换人林一辉下去休息，把林启凡换上来，李伟伦，吕岱豪这球打上去，哎哇！所有人都要清楚，究竟中华队在场上最大的优势是哪个点？今天毫无疑问就是吴岱豪，他应该好好的发挥一下。有几个球员啊，打的是格外的轻松，而且得分取分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有把握性。不过这几名球员应该在国内都是非常的出名。那当然，你打了一名控球后卫，应该就要头脑很清楚。就像明前所说的，其实有哪些点我应该要善加的运用。那打到破到区域的防守，你应该先从哪一个点开始延展出到整个面，那也很重要。中华队克服了一开始的0-8落后，这球变成2分超前，球再超回来，吕振如可惜救回来，救到香港队手上。香港队进攻，转身陈义林接球不进，金榜再给吴岱豪，又想出手了吗？还是一个三分。颠了，这不是他有优势的地方。没错，不过他刚进了一个，心情可能都来了。好，手上周志华也上来跟李伟伦做一个交换，看看防守的压迫性能不能稍微提升一点。哇，曹成义刚这个帮忙单打做得很确实。好，中华队很明显现在在整个防守的压迫性上是提升了。嗯。自然也增加了香港队自己投篮的一个困难度。我中华队今天的比赛的一个表现，其实让我非常的忧心啊，因为昨天我们没有转播到的一个韩国对香港，其实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比数的差距，是韩国队是赢了45分啊，他整场所表现出来一个防守的气势啊，竟然不同。李金榜一个人想要突破，可惜还是被前面的防守的两名香港队的球员断掉。李金榜自己再烧回来。聪明哇！这野明手快直接拍到了香港队的防守者身上，球出界。当然运球推进到前场，后面被拍掉的话，就代表这个专注度不够，后面的球员没有去提醒到前面的持球者。周志华给到李振如，拿了就跳，短了。
篮板拍下来，林金榜跟吴建龙联手把这个进攻篮板拿下来，林金榜拿两分。外线这边漏了，你谁都可以漏，让李乔峰多瞄两下这就不妙。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天呢、啊、对到中国队的时候，香港队的其实李乔峰已经得了30分，其他的两队啊，后续的两天呢、啊，包括到韩国，包括到伊朗，他们都很聪明，知道这个人会投，其实李乔峰已经没什么表现。如果在这一场球让他又拿到超过20分的话，这个代表其实中华队的功课做得太差了。外线这边是踩在三分线上两分球，篮板拍下来。还是李乔峰，这边应该裁判给周思华主导犯规，无谓的犯规太多。你要去防守到一名射手的时候，其实你不能让他轻易的去做这些接球。再来就是他接球过后有没有去做到一些虚前的防守，因为他所有的进攻的方式几乎都在三分线的一个旱地拔葱。那与其这样子，不代表说你一定要去做一个犯规去阻止他。其实这几天的缺点，其实周志华就是不断的要去阻止到对方，不管是空手持球行进的路线。其实篮球球场那么大，不太可能你每一个方向都可以阻止得了。如果你能达到最好的效果的话，应该就是最适当。19-17，剩下14秒，快速进行。周志华这边。防守稍微松了一点，自己先传给到禁区，给的不错、哦，不过裁判给了拦下，3秒钟，机会有看到，可惜就是最后的时间稍微慢了一点。最后3秒钟的进攻给了香港队，梁明雄直接推进，再分过来，有机会吗？两分球，又是漏了他，这一球进算。结束了中段第一节比赛，在第一节中华队虽然一度克服了0-8的落后，但香港队其实也持续把分数咬住，19-19，双方平手进入第二节比赛。比赛在第一节结束，19-19，双方是打成一个平手。虽然是平手，不过就整个单节内容上来讲，其实中华队还有很多要调整，甚至如果不是接下来刚刚香港队一度命中率差的话，说不定还不会平手的情况。当然啊，其实我觉得中华队的目标就是冠军赛，我觉得很多的球员都已经在想冠军赛，可是你这场没有咬掉，明天对男孩没有过关，一样打不到冠军赛。你必须一步一步来。虽然昨天应该赢的球没有赢，应该是马上恢复到自己的情绪。尤其我们阵中很多是一个半职业的球员，你不可能因为一场球的输掉而打到一个整队的一个士气。尤其你后面还有2-3天的一个比赛，必须要去做一个作战的方式哦。所以启明的一个球员应该要把这个心重新回到这个战局当中。好，第二节比赛开始，一开始球员在香港队手上，蔡龙德分到禁区之后出手，
龙德是他们阵中身高最高的，大概99公分。不过你也不要看蔡龙德这样哦，他打的也算是非常扎实的球啊。他至少他的工作是非常的清楚。建龙，马上第二节一开始，郑志豪换上来，暂时弥补一下吴岱豪，球比较大了。两队进攻，梁炳雄给到李晓峰，外线三分没有，不过这个防守篮板其实保护的不是很好，让蔡龙德拿的还蛮轻松的。不过李晓峰拿到球的确要去注意哦，再远他都敢去做出手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华队吴岱豪下去休息之后啊，内线盾。突然啊，没有去做到一些有优势啊，反而到外围的球员必须要去注意，尤其是李正儒跟林金榜的球员。李金榜往里面切，接传这边拿到的是吴建龙，继续单打，造成犯规。那吴建龙应该多做一些禁区的脚步啊，他虽然有一个很好的外线，不过他最重要的他还是打到大前锋的位置，他首要的工作就是在里面必须要把这个两分好好的放进去，而不是教练叫他上去是在三分线去做到他主要的工作。如果他内线打不到攻不进，面对到比较慢的人，他必须要去拉到外围去做进攻。如果碰到香港队，他是有一个这种身材或弹性或经验，都可以去打到对方的内线。他必须要搞清楚他的优势或面对的对手的优势缺点在哪边。啊，吴建龙今天在进去的话碰上防守者，大概会是方成宇，这身高跟他是差不多的，好，一个193，一个191，很接近，所以加上脚步，其实吴建龙毫无疑问一定比方成宇好了，应该可以来尝试一下。梁明雄。然后方成毅这里稍微落了一下篮板，郑志豪拿到，先给林金榜往前推，于振如再给到吴建龙，感觉每一个位置还没有站稳，重要的就想把球给交出去。其实跑动的位置不是说很清楚哦。徐永新先往里面切的时候造成犯规了。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香港队这一次的单打，他完全不怕你啊。虽然你的身高有啊，哇，不过的确，郑兆豪要学习的地方还非常非常的多。比赛的第一天，大家可能不知道郑兆豪是谁，不过比了一天、两天、三天，其实大家都有在做功课、在做观察的话，他就了解你的实力是在哪里。所以他的进攻方式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球员的方式。跟一些的习性啊，都会被对方的教练去做一些掌握。蔡龙德又上罚球线，第二罚要打了，22-21，目前香港还是一分领先。好，这样池顺祥上来，把李正荣换上去休息一下。吴金榜，郭志华。湖顶的三分短了篮板，陈顺祥有机会拿到吗？还好这第二波第二次的弹速够快。阿翔三分没有，南明球很快的推进，想要打周思华。哇哦，好有技巧哦，一个大鹏展示手拉得很开啊。所有的上篮，梁明雄几乎都是右手，所以说一开始的一个安全的站位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注意。郑志豪想要尝试单打吗？脚步浪荡了一下，不过还交给了陈顺祥。哇，这误打误撞撞出了一个三分球。哇，很少看到郑志豪那么高的哦，还可以去做到这个切入吸引防守的功能。罗文光分出去，就是给梁明雄，这球应该被点了一下。哎呦，周思华要注意啊，连吃两球了。周思华想要攻其不备，先拉杆，没有。稍微莽撞了一点，那就看能不能防守。梁明雄还要再一颗吗？过头。梁明雄也攻得有点快，因为目前香港队是领先的，他没有必要那么着急啊。因为几次的一个内线单打打到郑志豪还蛮有效果的，梁明雄攻得太快了。说出啊，三分球短了。啊，目前中华队没有任何的进攻篮板。这一球其实周志华犯过头喽，没有错，没有错，裁判。直接给了一个 flag ball，
我们转播了那么多天啊，其实我们播到泥巴嫩的球啊，我们第一个认为他的情绪 EQ 不够高啊，所以导致他四连败。其实球队的素质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球队，周志华就是犯了这个毛病，他必须要去控制到他的情绪，这个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周志华从高中时期就曾经因为态度的问题，其实受到蛮大的争议的。是。杨明雄，哇，居然这两把都没要到，香港队比较可惜一点。不过球权还在手上。我梁明雄昨天对韩国队得到了21分啊，原本都是替补啊，他现在把这一役啊打到了一个先发的球员。梁明雄自己切入，一个小球给到蔡德龙，没进。哇，郑志豪这一次有守到。李伟伦推进给到吴建龙，拖车进来，郑志豪。哎，可惜这腰部稍微高了一点，直接让明雄给拍掉。哇，又是右手，又是右手。比赛到第四天了，他前面三天他就是取分的方式就是上篮，几乎90%就是上右手，他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李金芒带到底线两分，打板不进，球拨出去。香港队的球权，场上目前中华队感觉找不到进攻的重心。不过我们要注意哦，李乔峰，包含到梁明雄现在都下场休息，就是这个优势。方程毅也下去了，几名的主力还在下面，就代表其实他替补这几天慢慢打起来了。如果替补跟你替补打的时候，跟中华队打的时候，如果还可以赢球的局面，进入下半场一定是不好打。好，这会儿陈耀祖换上来了，现在稍微负责控球的工作。另外罗文光，这球分到底线，三分的出手接到板子。刚出手是五号的林嘉良。哎呀，中华队。我们这次有一环蛮薄弱，就是控球后卫。其实昨天的下半场啊，其实把我们的缺点几乎全部都打出来了，尤其控球后卫这一点，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组织，或者去突破到前场啊，去做有效组织的进攻啊？昨天下半场算是一展无遗了。好，今天这个状况呢，其实。在速度上，如果真的不需要推太快的话，其实李伟伦或者周志华这个点可以考虑。其实包含像陈顺祥、是吕正如、林一辉，都还有一些控制的功能，是用高度来打一些阵地战，是不是也可以处理一个方法？没错。第二把就烧掉，要单刀吗？给他吴建龙。李伟伦太没有进攻的意识，所以让防守者很容易来做判断。不过这个运球的路线也不对了，因为李伟伦可以看到超好球从边线一直运到中间，那你在运到中间的篮筐附近，你要去做到分球其实很难，你应该运到45度，或者是再去等待拖车，因为你现在吴岱豪又回到场上，你必须把他还是要等到第一次的传球、第二次传球经过吴岱豪的手上。香港队这球可惜，第一时间出手没有，不过轮回到陈耀祖身上。陈耀祖除了李乔峰以外，其实陈耀祖就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他的三分线也有这个能力。不过今天我认为啊，其实在这次的比赛，今天中华队的防守出了蛮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观察对手的一些细节的部分啊，并没有去看得非常清楚。一线的裁判给了吴岱豪进攻犯规。中华队整个感觉都不对，一下子中华队好不容易维持的气势，又让香港队拉开。到目前为止，单节才拿5分而已，而香港队已经拿下总分超过32分了，目前32-24，香港队8分领先。最起码10个失误，哦，那个是最伤的啊，所以注意一下啊，哎，1、2、3，哎，再打，再打，再打，好，7个啦，4位都系啦。
中华队昨天在面对伊朗队的比赛，是他们在过去三场比赛里面失误最高的一场，失误了19次。而今天如果仔细算一算，光是上半场已经会靠近这个数字的起码一半，也就是大概有9次以上的失误。专注度不够，我一再的强调，我认为这个没有在想别的事情啊，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心思赶快回到场上。哇，香港这球居然又被蔡哲宏绕进来，蔡哲宏放了一个小枪啊，蔡宏德。李振儒又被夹掉啊。中华队感觉今天很尝试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做比较多的跑动，做所谓 motion 的一个 offense， 不过比起来反而是几次在阵地的作战成功率跟整个稳定度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李伟伦还是维持一贯的速度哦，那吕振儒的状况也还不错，可是我们整体的快攻我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其实本身的一个体能跟速度上面其实场上的五个人有一点差距。庄旭出手的是罗文光，双方差距目前最大的一刻10分，34-24。当然啊，中华队不想一颗一颗跟人家打阵地战，尤其是在破到23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个防守加强。那昨天的韩国队做得很好，他利用到全场的防守，不跟你这样一颗一颗打，由韩国队完全40分钟都去主导他的本身的一个节奏。那香港是非常不适应的。如果中华队的教练团有去观察到这一点的话，说真的，我们的板凳上面人也蛮多的，那可用之兵经验各方面绝对是比香港高出一截，那不妨去试试看，去做到一些全场的一个防守。篮板陈文强拿到。吴建龙啊，又慢下来。虽然防守成功，可是你们完全没有快攻的路线跟一些组织，这样也是一颗一颗跟人家打，你还是不得力啊。石振翔，这球危险，分出去之后，李伟伦的三分球力道大了，篮板吴代豪收下来。目前为止，相信观众都看得出来，究竟谁的破坏力跟效果是最好的，就是待会要罚球这一个。当然，吴代豪在亚锦赛，不管碰到南韩的国家队，或者是什么伊朗代表队，大家都去注意他。那更何况这种香港队，待会要上罚球线，34-26，双方还是维持8分的差距。但对于刘教练来说，其实辛苦的是，毕竟这支球队整体训练的时间稍微短一点，所以在很多的战术的演练，甚至防守或突破的演练上，都需要充裕的时间了。到这边的这个位置，对，补位到了，这个补位进来了，对不对？换到这边来的，他这个吊上来的哦，吊上来的这个，你可以过，过了这两个，哎，所以建龙啊，你们要埋伏在这两个位置嘛，懂意思没有？不要出来，出来就少一个了。这边一过哦，哎，位置只要过来，这个球就可以进。上，把球啊，走。香港队跟前面三场比赛比起来，到目前为止在上半场调度这么频繁，大概也是前面三场比赛比较看不到。也就是今天其实他们拿到一定分数稳定的量之后，让他们主力球员有一些休息的时间。换言之，下半场包含像梁炳祥、像李乔峰，下半场他们还有很好的体力，这会是跟前三场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华队打了算是除了第一天以外，这两天打的算是场场辛苦，尤其昨天应该消耗蛮大的体能。如果今天的时候你一开局可以打得非常的漂亮，让吴代豪有一个适当的休息，不要忘了明天那一场比赛，真的关键是在那一场，你赢了就晋级，输了就争3-4名。那当然了，吴代豪你还是要给他一个适当的时间，不过依照这个状况来看，他是换不下来了。所以你如果对到香港队，你还要耗到40分钟的体能，当然对我们来说，中华队就吃亏很大了。吴代豪的加把油，进攻下13分，中华队半数的得分是他拿的。香港队进攻剩下3分钟左右要结束上半场比赛，罗文光追回去梁明雄。这边出手，哎呦，又光宗耀祖了吗？啊，真的不能轻忽啊！这个防守要的确是要压迫了。李伟伦导传到陈振翔，吴代豪拿球，大脚转移，吕振儒可以跳了，准一个，接着篮板，陈振翔有机会抢回来。梁明雄，吴代豪准备逮着了，就知道你右手，这一次不会再放你了。吴代豪很聪明啊，不过梁明。
英雄上篮的方式也蛮有技巧的，他利用到速度啊，希望能去做到一些往前的动作、啊、阻止到吴岱豪去跟进啊。不过吴岱豪的确人高手长的，你再怎么穿再怎么挡，我就是有办法打到你啊。不过梁明雄刚刚其实从左边上是比较方便，他其实用身体可以做阻挡，不过看得出来他真的大概惯用就是右手，所以一定要用右手来上右边，这个都是细微的动作啊。如果你参加一个比赛，你还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去了解对手。文光出手不进，第二轮篮板尝试突破，人数上三打三，第二轮拉杆上去篮板，林一波林一辉没问题，哇，林一辉终于感觉这个手感慢慢从禁区能不能慢慢找回到三分线上。不过在观护杯的时候，其实他本身的感觉算是非常好，尤其在达新队中啊，他是一个手感最好的一名球员。李伟伦啊，超的漂亮，传球也要小心啊。哦，其实我们控球后卫出了太大的问题了，不然包含到对香港，如果你对香港失误都那么高的话，我不知道你对哪一队失误才比较低一点。梁明雄大号的三分比较大了，起跳的时间跟预算的距离错误，完全没有掌握这个防守篮板。不过板凳上面张伯胜的受伤的确是增加了刘俊彦教练调度的一个难度啊。梁明雄想要来有创意一点的背后传球，一个失误。目前很明显，哪一边失误少，就是取得分数上的领先啊。嗯，香港的领先其实是很有根据的。经过这一次的换人，我们可以看到，刘俊彦干脆周志华也不用，李伟伦也不用，直接林金榜来控球。吴建龙，应该是找不人。哇，上半场失误有点多哦，我们也要去注意到适应到裁判的一个哨声了。因为上半场的一些哨声啊，我们要去注意到一些细节。目前防守的高度是拉上来了，看能不能防守的强度也能提升上来。才刚讲又漏掉，罗文光放了个小枪，刘振强再给到李一辉，挺住，哦，有了！哇，希望能看到这个状况啊，我们可以看到要整体性的一个快攻啊。这也是有一个跟随的林一辉啊，去做到一个拖车啊。不过他本身就是有这个能力的球员啊。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分钟，其实上面没有摆到控球，纯的控球后卫，其实这个节奏还不错哦。没错，就是我们希望所看到的一些节奏。吴建龙强势禁区，哇，再一个 N 外。所以一开局我就讲，今天的香港队的内线绝对是比中华队来的薄弱，尤其是吴建龙这一点，他对自己必须要有更大的信心。他的弹跳，他的经验，经过到 SBL 的磨练，中华队的选训，其实他绝对比香港的球队好的太多了。所以你不必每一球都在拉到外线去做一个投篮的动作。中距离吴建龙的确现在苦练有成，但他其他禁区他相当熟悉的一点进攻还是不能忘掉。他再出去，林金榜在弧顶的三分球偏了，篮板的机会吗？哇，陈振强这球又是相当漂亮的一波。李乔峰身上出界，中华队再进攻。嗯，而且这个时间最后一集的时间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那不过刚刚那个球稍显可惜，其实吴岱豪没有必要去做到一些 touch pass 再转换到外围哦。好，二十四秒完整的一个时间，中华队可以打得更沉稳一点。这个时间都利用到，吴建龙。往后跳，哦，虽然稍点早了一点，但分数有拿到，那就看防守了。做了三秒钟要守下来，结束上半场。罗文光出手就偏了，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上半场中华队一度落后到双位数的差距，不过靠着吴岱豪回来之后，又有重新在居中坐镇的影响，37-35，香港队只带着两分领先要进入下半场。
在中国文化大学体育馆所进行的2008年亚洲大学男子篮球锦标赛，场上这个比赛是中华跟香港的交手，上半场结束，香港队暂时是以37-35两分领先了地主中华队。当然，上半场的内容来说，中华队一度落后到双位数的差距，究竟是哪些的关键让这场比赛原本预估比较轻松的较劲，居然会是两分差的落后？我觉得这几天的比赛，除了昨天开局是打得比较精彩，不过我认为我们在赛前的一个热身出了蛮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几乎4场球有3场球进入球赛的一个状况实在是太慢了，都让人家先取得点，而且是领先的分数还蛮大。再来就是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几次的画面，三分线我们的防守的漏洞也是太多。再来就是控球后的后卫的问题及失误还是太频繁。好，那另外在整个防守上，其实上半场看得出来，包含梁明雄可以轻松的上篮得分，李朝辉有很大的机会三分线出手，防守上在后场的压制上，甚至也出了一些问题，在下半场或者在第二节中段已经想到一些破解的方法。当然，比赛到第四天了，我们从一些记录单、攻守数据来看，第一天香港队是打得非常的精彩，可是接下来比赛碰到南韩、碰到伊朗，其实几个得分的重要的人几乎都被这几队守住，可是到了这场球又复苏起来了，代表我们对于其他香港队的一些重点的人物或者是一个得分的分布没有去处理，而且赛前的工作没有做得非常的好。好，那画面上看到毫无疑问是上半场中华队表现最好的就是吴岱豪，这个点今天是很大的优势，但为什么没有发挥？其实在队员跟队员间的了解上是不是也出现一些断层？那我认为其实在我们的主军也是时间并不是来得那么长，所以双方的默契平常在的队伍啊就不是在同一队，大学不是读在同一间，所以要整合也非常的难。好，画面上看到是今天上半场两队的投篮命中率，香港队两分球命中率不理想，32.1%，中华队不过有50%三分球，香港高一点27.8%，其实不理想，中华队要更低，不到20%的三分线命中率。罚球来讲，中华队不像昨天面对伊朗这么厉害啊，上半场有90%，今天只有66%，香港则是投2中1的50%。篮板数上，中华队领先35-20，但为什么篮板的优势消失呢？看到最后一项失误的部分，昨天伊朗面对伊朗队，中华队全场不过19次失误哦。今天光上半场就17次，香港只有4次。如果把它换算成两分的话，好像还蛮合理的差距。没错，这失误数字的确是太多太多了。得分榜上，目前中华队得分最高的是吴岱豪，攻下了13分，吴建龙8分，与正如林英威、陈顺祥虽然都有得分进账，但其出手的手感并不是特别理想。香港队这里目前得分最高的是4号的梁明雄，主要是几次自己超节中的上篮算是最大的进攻得分来源，李朝峰拿下7分，那另外用心攻下5分进账，那其他可能也是命中率的影响，要不然包含像蔡龙的应该也会有更高的分数。我上半场的失误啊，的确是非常的伤了哦。打一场球，如果在一个好的球队，合理的范围应该在像10次、11、12，差不多可以去做接受的范围。那 NBA 更不要讲，那更应该是更少的一个数据。因为上半场打完17次的一个失误，的确让对手进攻的次数太多了。上半场就几乎出现了一整场该有的失误次数，那就看中华队在下半场能不能在这一点稍微做一些克制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准备欣赏中华队香港第三节比赛。
接下来会送的比赛是中华跟香港在2007-08年亚洲大学男子篮球锦标赛第4天的交手。上半场结束，中华队暂时以35-31两分的落后。那第三节看起来，柳教练有一些想法，他觉得在第二节中了解前的阵容还不错啊，按照这个班底来做一些调整。啊，不过在第二节的后半段啊，其实在最后的2-3分钟的时候出奇招啊，让林金榜来控球，其实效果还不错。 好，场上中华队的部分，除了第二节中了解，大概是吴岱豪在场上，今天做一个更替，变成严家豪，严家豪在场上还不错，一开始做一些牵制功能，你放，控球打得也有板有眼的感觉来得比较沉稳了，也比较清楚了。李先飞包夹分出去，陈振强差点抄走，防守快点站回正确的位置。 梁斌雄这名球员的确是要严加看管，因为他还蛮乱的，乱到你不知道怎么守，因为他打的球的方式太自由了，所以他不按照合理的方式去跑动啊，你不能用一个常理的判断说去做一些交代啊，去把他守下来。结束好，就进入到第4天了，状况感觉还是没有到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您说NBA 表现还理想一点。您说打球应该方式很简单的、啊，那场上4其余的4名球员得分能力都还蛮强，你只要把这个掩护的工作或一个篮板的工作去做好，那篮底下扎扎实实的给他放进去，应该就算是你最大的一个功臣了。裁判认为林金榜对人犯规，好，双方接回1分差距，直接开到底线，中队弧顶。 香港队进攻，李乔峰、蔡明雄转身过来，地板球再给，这个小球给的还不错，往前推进，空间重新拉回来，吴建龙换边，林一辉这边 wide open， 有三分，这次打得非常有章法，篮板球下来，林金榜做一个第一个接应点。 完了，后面去利用到一些转换边的公式，这个是开局从跳球以来最清楚的一次篮板球下来的公式。杨明雄又钻到里面了，再分出去，3分，还颜色李乔峰，同时裁判哨音还响一次。哇，这个球去吹判犯规，可能。 哇，其实今天的所有上半场的尺度啊，我认为啊，其实，在香港这一方是比较得力的一个位置了哦。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的实力的确是高出对手一大截啦。只要稳扎稳打，不要去扰乱到自己的情绪。往里面钻，转身，林一辉，球滑出来，还想再进攻吗？退出来。这次梁明雄下手了。 高度上有些差异啊，所以中华队这边腰部以下稍微注意一下。是，哦，梁明雄毕竟身材上稍微在下盘部分比较有优势。不过他打得算非常的灵活，你稍微不注意的话，他手是出了非常的快。吴建龙空间轻开要做单打，底线，裁判吹了一个犯规。 还是我们的优势在啊，这一次也是打得比较清楚啊。不过中锋在高位，年初还伺机要去做到一个动位的动作哦。真的要采取打底的战术，其实中华队在身高的各个点上都还是有优势的。南明雄过来，3打3，外面这边又漏掉，又是李乔峰。其实从第一天看的比赛就知道了。
其实中国队应该印象是最深刻，不希望这个深刻的印象是留在一个中华队的身上。看完人家的教训，就知道对方啊有谁不能漏了，漏到现在还在漏。李乔峰，林振翔分出去，林金榜三分 ，and one。哇，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啊，林金榜、吴建龙的状况啊。可能是回到他自己的学校在打球哦，平常练球就在这个场地，对篮筐的软硬的适应能力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投篮的高度也掌握得非常的适当。我这个球转换到外围，的确的出手后身体有去做到一些接触了。李金榜完成一个四分打，哇，现在防守还是要去注意了，因为比数还落后一分，必须要去加强防守。木马球分出去，自己再拿球，有机会再跳一个偏了，篮板，林书豪要把握住。林金榜，然后陈振翔，他去 pass 回来，三打三，没有机会。重新回到阵地战，高位战，两个双中锋在做高低的配合，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战术。是，这个走的方式。机会也出来了，可是这个球呢，稍前不注意被对方拨了一下。如果这个球接到的话，应该轻松的两分。观众也可以稍微试着画画看，我刚刚等于是在做高位的意思，然后再来做战术。我同时摆了三名的射手在场上哦，再加上吴建龙跟袁年书豪，哎，这个效果的确是非常好。现在重点进攻没有问题，可是防守漏洞太多，尤其对于小个子的一个防守，必须要做压迫。李乔峰出手，这球按下来，哇，自己人抢在一起。整个篮板的保护 box 还要做得更确实一点啊，不要让方程怡还是有机会压到禁区里面。然后最远边李乔峰，陈耀祖没有机会再回来，又是李乔峰拿球，陈耀祖。这是个三分，短了篮板，拍出去，哇！方程怡手反应很快，漏掉了。有，这一次是罗文光。香港队这支球队啊，就是靠三分线上啊打游击求生存，所以你让他命中率提高，整场真的都是非常别别扭扭，很难打。不过不太好，我认为在下面真的做了还蛮久了，将近快五分钟了。好，这球又失误，梁明春捡到，轻松上来。今天第一次从左边用右手上。当然，传大脚的球啊，必须要一些时间啊。那如果你的速度不够快的话，当然梁明春的速度可以判断的非常的清楚。陈振翔，然后球就往禁区里面钻，挺住之后球弹进去，有。防守还是要把位置站清楚。一些稍微改变一些打法，有一点带丁人的味道。哇，其实中华队的前面的压迫性真的是不够了，因为前面几天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吴岱豪的犯规次数真的都很多，都是无谓的去帮忙到矮个子漏的人啊，切入到篮下一些封阻的犯规啊。林书豪球被夹掉，没有犯规，前面梁明雄又要单刀了吗？林金榜等着，没有犯规，裁判认为是一个火锅，球出界。林金榜很聪明，已经直接封在右边了啦。哇，梁明雄不管哪一边，他就是上右边。他左边呢，他绝对是来的不适应。不过年书豪这几天的表现，的确是表现得比较胆怯哦。分出去就被影响到篮板，陈振翔，年书豪下去休息吧，吴岱豪再换上来。李辉利用机会往里面杀，再给吴岱豪球出界。突然来了一个加速的进攻，发挥的效果，待会球权还是中华队的，场上喊出暂停。香港53-50，依旧是三分战领先中华队。
还有4分36秒要结束中华队跟香港队在第三节的比赛。大家好，现在回到场上，待会相信会带来更多牵制的功能。嗯。一线的发球直接被泼掉。好，不过这个球让方程义去试破了哦。我这个要去传到这类似的球啊，越过到一些端线啊，这个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好，这边撇过了防守者，自己要强攻篮下，可惜没进。三分差。梁耀祖拉回来，梁明雄没有机会，队友帮他出单打。又是李乔峰，只有影响了一下，力道大了，篮板林一辉拿到，往前给金榜。没有人手，不过高修来得慢了一点，金榜开始利用身材的优势慢慢瞄篮。就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命中率相当高，尤其在外围，包含到林金榜、林一辉，包含到陈顺祥，他们的感觉都非常的好。那重点是在我们的防守，我们的防守还让香港队啊予取予求啊，想要切就是切，想要投就是投。左手跟到外面，梁明雄。收球再起，向后拉杆，这一次还有机会吗？篮板，只是想拿到，往前给金榜，要挑战李乔峰吗？拉回来，小心，每一个传球都要谨慎。今天梁明雄真的很活跃。我们这几天啊，看到香港队啊，包含到李乔峰、梁明雄啊，包含到他们的控球，其实陈耀祖其实打的都是非常的很灵活啊。就不像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香港队很少去出到矮个子还打得那么聪明的，不管是防守啊，或者是一个外线的稳定性，都算是非常好的球员。大家分出去，吴建龙的三分，终于吴建龙的三分球在今天下半场开炮了。要把握，要把握，这气势是在我们这一边，进攻也是非常的顺畅。要为领先，接下来就要如何把防守做好了。把命球分回去，梁耀祖，这一球自己出手稍微大了一点，林金榜往前要送阿翔，带给来拖车的吴代豪要打掉，哇哇，我们可以看到代豪啊，其实在做到运球左右欺骗的时候，这个重心是压得非常的低啊。我刚刚林金榜传的那一球稍微危险，有点风险。当然，这个球下来之后，其实他自己本身教练给他的一个交代的任务就是打控球后卫。不过平常啊，在不管在浦原，不管在自己的文化，几乎没有这种机会啊，自己要好好把握。搞不好就这样子转型成功。新的半球。我刚刚球下来，他可以先往前带啊，因为他这个球传球，这个也是抛得蛮高的，传得蛮高的，这也蛮危险，而且前场只有一个。陈顺祥一个球员而已。好，罚球拿下来之后，57-53，中华队4分领先。看自己破了防守了，梁明雄给回来，方程义往里面挑战。哇，这第一步够快啊！那方程义的惯用的手啊，还是右手，所以他上左边呢，很少看他上左手，所以几乎都是右手上篮。李正如应该可以起了，没有人防守。哎呦，三分球，中华队真是准啊！我防守也要来得好，这样才会来得非常的均衡。第三节靠着相当准确的外线的出手啊，8成5投7中6的命中率，取得分数上领先。但是防守今天要做好啊，一球一球投不是办法，你一颗我一颗的。不过这个对于中华队来说是一个难度啊，因为将近呢几名的锋线都超过190几，非常有格局的一个身高。可是你面对到170几，讲真的，这个速度又是反而是香港队。所以在第三节，虽然他守不住中华队，可是中华队也守不住他。那香港队把他自己的本身的速度跟一个聪明性打得算是发挥了极致。与其这样子人盯人守不住，何不如改变到一个区域的联防，去利用到一些协防，弥补到一个速度的不足。场上香港很暂停，还有1分40秒结束第三节。由于香港的团队犯规进入到加罚状态，所以待会中华队会上罚球线。中华队现在防守的变化上，主要还是二战区域联防搭配偶尔为之的半场的盯人。真的如果处理不好，那或许也可以尝试李乔峰干脆专人看管，让他可以做一些专职的工作。
过程也有一些效果。咧，我哋第一次真系稍稍睇多啲位对出少少。所以乔峰这一点，他第一天真的是打得非常好，而且因为我们要转播，所以我们也会去找到，会了解一下球员的热身或者是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二天开始，这一名球员就消失了。当然啊，大家都还蛮聪明的，香港就这一点应该守住，几乎就是赢球，赢了三分之二。当然了，可能。如果今天的比赛你让林乔峰用复苏，那当然他对于名次没有改变，可是我认为对于台湾整个一个收集的情报，球员了解球员的习性，包含到一些观察对手的一些重点式的防守，我认为做的是真的是不是说来得非常的完美。那当然，或许在赛前的资讯不清楚，不过就算比赛开始了，在板凳上的球员也要负责一些观察的责任。他不是坐在板凳上就是休息，他其实反而要来注意对手到底有哪些的一个玄妙所在。两分差距，中国队领先。上罚球线的是吴建龙。14号吴建龙罚球线，今天已经是 double double 了，11分12篮板。不过因为这场比赛啊，你可以看到，其实战况很明显，伊朗、中华跟韩国队，包含到韩国队的助理教练，这两天只要中华队出赛，他就拿一个板子在这边画战术，去收集你自己这一个球队的特定的点跟一个情报。那反观我们有没有去做这样的工作，去了解到自己的对方的对手的习性？毕竟以现在的一个，不管是任何的运动，篮球也一样，或者是大家熟悉的棒球都一样，一定得要掌握对方的敌情，才能够把自己做得更好。尤其这种短期的比赛，你没办法，大家都不认识，所以你只要靠这种第一天、第二天，马上就可以去掌握到一个对方一个球队的打法跟情形。24-58，刚刚又是吴建龙两分拿到，蓝明就往里面接，背后想传球，又找到空档，拉高弧度没有篮板。只是想拿到，拿下来。好，林金榜最大的责任，先是把节奏稳下来，带过半场。目前是很成功的，再来发动一些战术移球设计。吴建龙高位拿球，往里面压没机会，自己再给吴岱豪。extra pass 推到外线，奥三印，应该要几次的攻击是很清楚。重来一次，不急不急。我们可以看到吴岱豪啊，这边啊去站在一个镜头的一个右上方啊，那慢慢的走过来，可是他没有去注意到啊，哇，这球被超，又被快手拿掉，又是右手，哦，这次吹判，哇，这球很严格，只能说韩国籍的裁判很严格，啊，是中国籍的，其实大家感情应该还算不错啊，怎么会这样吹啊？因为梁明雄几次啊，都是他的身体去找到对方的防守者啊，那林金榜几乎完全没有去做到移动的位置啊。当然，这进攻有些气度性很强，他身高不如的时候，包含到 NBA 的 Iverson， 他会利用到一些的方向的改变，去制造出他自己上篮的空间。我林金榜刚。毕竟裁判就吹判了啦，就只好认了。下一次再讨论。不过我们的风度很好，我们跟泥巴嫩的一个民警截然不同，我们是欣然的接受。不过这个球我们还到原点了，这个球不能被抄。林金榜就不会这个夺权犯规，技术犯规。还是香港队的进攻四分差，中华队还是领先的，防守要做确实。这种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其实还蛮伤的哦。蓝明雄分出去，没有机会，应该是走步了。这感觉有点在补哨的感觉啊！方成毅，好，最后的5.6秒，刘俊彦教练喊了一个暂停，要组织最后一波的进攻。中华队好不容易克服了落后啊，这一回要回了领先优势。如果这一球能够再稳稳的5.6秒给把握到，还会进球，那信心上就更提升了。那我们整体的打法到第三节的时候都还蛮清楚，当然三分线才会命中率来得那么高。那个，我们正午来发球啊，正午来发球，阿翔你跟金榜两个互相掩护一下，如果有压迫上来，他已经第五次了，所以有犯规就是加罚的，那个戴好，你跟那个建龙，戴好在这个位置好了，建龙你直接在这里，好，
如果没有压迫，就赶快过来，运过来这两个位置互换一下。现在的 team 三胜北二双马后横，咔嚓马。不过这一次的暂停哦，要我的话，我应该会把李伟龙换上，或者周之华，因为发球跟最后的两分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经过一次运球。那当然了，对方的香港队不是没有经验的球队，你不太可能说开后门就直接到篮筐上，除非他防守真的特别差，你还是需要有一个速度的往前冲，造成外围是不是有一个适当的机会去做到一些投篮，或者带好有一些小球可以分配到给他，这样的打法会来得比较简单。不过今这一节我们打得很好，是打得很沉稳。不过这三个包含到陈顺祥或林金榜有没有这种往前推的能力，我们可以看一看。好，成功报到前场，陈顺祥直接挑战篮筐，可惜没进，还有机会吗？策略是成功的，起码的确找到了空档，陈顺祥相当可惜没有把握住，但中华队在第三节成功的后来居上，三节结束，64-60，中华队取得了四分。首先，首位各位送上的比赛是亚洲大学男子篮球锦标赛，今天是进入到赛事的第四天了。当然，其实这一次主办单位包含文化大学，其实都相当的投入了，包含整个场地的布置以及设计啊，甚至在整个动线的安排的规划啊，其实文化大学的确投入了相当大的心力。学生朋友其实也很捧场，这几天只要碰上中华队的比赛，就连是国庆的连续假期，其实同学都还蛮捧场的，所以也的确看得出来，中华队的人气指数的确还是居高不下。当然，比赛的精彩度也是吸引到球迷进场人数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如果像 SBL 你用心经营的话，每一场都非常精彩，就不用担心这种票房的问题了。我这几年的 UBA 啊，几乎冠亚军几乎都是在这个文化大学。第四节开始，蓝明雄尝试用自己的速度来突破林金榜，造成了犯规。不管是快攻或者是半场的系统，他都在上右手，所以你在站位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他赶到左边去。因为所有的球员一定会想办法走自己的擅长边，那你就想办法避掉他的弱边，没错，自然就会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哇，这个球防守吕正如没有去做到一个顶的动作，还让香港队的一个中锋啊去往前去做一个要球啊，这个球应该去把它截掉了。他第一拍的时候就是要去阻止他一个行进的路线。蔡龙德上法律线，好，当然在文化大学其实有一些香港的侨生在这里就读啊。对，今天香港队的比赛其实，在众多的中华队的加油声中，还是有些香港队的欢呼。所以刚刚香港队的领队也特别站起来，叫这些学生帮帮忙。投手接进来的林金榜，策略成功，可惜没进再拨。林金榜还有机会拨下来吗？这一球是中华队拼回来的。裁判认定出界。
球权还在中华队手上。柏林金榜啊，必须要耐得住性子哦，因为他第三节表现得非常的好哦，所以他应该还是要把这个系统的清楚短打得要更加的明确一点。啊，这样子逼就对啊，又是要走右边，走到右边。不过刚刚在远边的裁判助理改判，所以球权回到了香港队手上。因为刚刚是中华队持球了，不过裁线还判香港队，这也蛮离谱的。外线 in and out 篮板。今天虽然在守二三区联盟，感觉禁区应该会比较稳当一点。不过香港队今天几次溜进来的篮板几乎都还抓得到，所以有些细节上中华队还是要提醒一下自己。啊，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二三区联盟啊，守在后方的三名球员呢、啊，有一个点一定是来得比较矮，因为他们香港队是摆了三个小个子的球员。那吴岱豪是不是要去站在这个小个子的这一点，先去吸引到一些的帮忙的防守，再去转换到外围？那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又打过这几次的球，那岱豪到高位的话，他就会来得比较累了。孙翔往里面接，孙翔外线林金榜，小心要组织一下了，大角度转移，于振荣往里面靠上去，哇、wow. ，球，这个脚步跨的真的是非常的大。刚刚漂亮的挑篮拿下分数，梁明雄的三分球，哇！哇哇不管是中啊，不管是林金榜、陈顺祥防守，我觉得奇瑞吃亏吃了那么多，难道连手都要伸起来啊？不能说就摆在下面不赌他会不会进的感觉。新开单边，吴岱豪往禁区送，这球一被拦下来，吴建荣再起，造成犯规。因为我们进攻真的是没有问题，进攻有几个优势都打得很清楚，重点真的是在防守上面。这身高太高了，或许你再去跟随这种小个子的，其实小个子也不怕你超，因为你也超不到我，所以反而就像梁明雄的这种球风啊，就我哎、欸，我这运来运去左右这样子，右边运到左边你也超不到，反而这个节奏会搞得很怪啊。那与其这样子，是不是要改变到一些区域的策略？那很明显的，我们盯人是守不住了。这球吴岱豪再抓到篮板，第二时间进攻骗起来，后面的梁明雄犯规，梁明雄个人第三犯。不过在这里不得不佩服梁明雄的勇气哦，我们可以看到，哇，这一巴掌打当然犯规了，不过他算是非常聪明的小个子。嗯，他今天在场上跑这种感觉，让我想到过去的范耿祥，也是这种味道，就相当刁钻了。没错。像范耿祥啊、简明富啊，就好像在上面，虽然我身材矮，可是真的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香港队换人，哦，要注意啊，李乔峰又上来了，两名射手同时上在场上，所以你在三分线的压迫就必须要去注意了。啊，当然陈耀祖的控球，那第一个就不能让他随便切，那切的话后面缩，那就是这两个射手一个外围的等待的时机。好，现在陈顺祥是专责要来看防李乔峰，位置有对调。中华队现在又变回一个盯人的防守。李乔峰自己找机会，不过进攻时间剩五秒钟而已了。陈耀祖勉强的三分线，这个绝对是正确的投篮。中华队的防守成功。这次的防守，我很简单的说，就是对方过不去，过不去他就必须要去做到一些盘球或找寻的点。那内线我认为是不担心，因为我们的经验、高度、厚度都比对方来得好。重点就是这三个小个子，你有没有办法让他停止下来，这是最重要的。好，场上林金榜下去休息，现在变成林一辉在控球，陈顺祥要给吴岱豪。李辉，好，三英再一次大脚转移，吕振如，第二时间瞄一下再出手，没进篮板。不过这个球意识到了，所以很简单的打法，其实转换边的话，他就必须要协防。这一球就让李乔峰拿到球，就力量大了一点，篮板从后面拔下来，吕振祥前面就有打印的机会，要自己上，有。我们的条件还是比对方高出一截，所以在一个多打少的时候，这个把握性一定要把握住。71-64，中华队把差距拉开到了七分。好像林辉在赶边的方向是做得非常的正确，不过这个手下的稍显快了一点，裁判就在旁边哦。其实我们昨天有聊到啊，你还是要去注意到裁判的位置、啊，你必须要去做到一个比较激烈的防守的时候，你还去注意到裁判的这个角度到底对不对啊？不过现在毕竟是三个裁判的场上，死角会少一点。嗯，防陈毅的中距离出手不进篮板，林辉拿到。
香港队也尝试在前场多一点压迫，让对手的推进慢一点点。林威，吴振强地板球交进去，吴建龙，先开一个单边，吴岱豪，画布再转移，吴振强再给林威，打得很有耐心，往底线走的时候，裁判给他走步。而重点是在我们在跑动当中，其实第一次机会在墙边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转换的时候，转换到外围的时候，后续的东西他走不下去，接不起来。那就看防守了。林英辉赶的方向算是正确，不过后面去遇到一个两个人协防的时候要去注意。重新再对回来，加油组。这边是于永兴骑马射箭，哇，打进去。丁人其实毕竟在没有换防的情况之下，还是要跟到最后啊。我觉得香港人那种街头录影都应该看很多，所以他那个难度都是算是一些街头的一些打法。不过你看场上没有梁明雄，其实攻势好像停滞在那里哦。吴建龙转身挑战篮筐，歪了。前面要走了，李乔峰，吴建龙。这个防守硬是把位置先站住，没错，你只要站把这个右边踏好，这个左边就可以去比较大胆的去做封堵。李振儒给球的时候球滑掉，另外一边也一样。方成毅，我陈耀祖这一球也给的太莫名其妙了，因为李振儒已经把位置站好了。好，香港队就喊出了暂停，5分35秒结束第四节，中华队71-66，五分领先。目前剩下5分35秒，中华队在这一节进攻的持续度还是不错，唯一的差别是防守上香港队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空隙，所以目前分数上香港还是始终咬住啊，虽然中华队重新领先，但也没有领先到双位数的差距。不过这个时候要小心，梁明雄又重新回到球场上，那陈耀祖下去休息的时候就依靠啊香港队这个梁明雄的这个乱的一个功力啊。吴振儒已经找到正确的一个位置啊！陈瑞杰在湖里的三分要大了。这个进攻的强弱并没有转换出来。不过这一次的进攻，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中锋都没有碰到球。他碰到区域最重要的还是在中间的底下去做一些接应，他还是要让吴岱豪或吴建龙去碰到一次两次球。这球转进来，李乔峰。哎呦，这个反应很快，其实看到吴岱豪过来用第一拍来放球。外线又是梁明雄，力道大了，篮板要抓住陈顺祥，没有准备抢篮板，就是手已经先把对手给扣起来，有点快的动作。好，很快的，刘俊彦教练喊出暂停，要再临时做一个提醒啊。因为暂停回来之后，反而前面打得不错的一个战术，包含中锋高位的一个拿球都没有发挥出来。我们情绪不要被受到影响，领先的是我们，我们还有五分的领先。我觉得这次暂停算是叫得非常的及时。刚刚在这边的球，那个冷箭龙下来了，对不对？你习惯会在后面，这个球要不到，你要过来这边领要的挡球，对不对？往这里一掉，这里就打成了。所以你们两个的角色就是这样，要做这样子，要不然的话上面没有嘛。你看球在这里，箭龙走了，这里没有了，你两个都在低位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好不好？我再关注挡，因为可能会吹来挡也犯规啊。
好，刘教练主要是先提醒一下哦，尽量在高位跟低位的一个轮转上还是要做清楚，那也确保还是有在居中可以拿球准备策应或者是接球的中锋。我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你中锋还要先拿到球，因为优势就是在这边。当然我们第三节的命中率是相当的高啊，那当然是还是可以做尝试，可是中锋你还是要先去做到一些简单的一些状况。好，香港队这边方哲毅被追了一个进攻犯规，一下才想跟裁判持续抗争，哇，中国籍的裁判比了一个踢的预备动作，哎，可是还没有还没有去触碰到，方哲毅就马上闭嘴了。这球给的不好，不过这种失误还是要去注意啊，因为已经有将近两分钟的时间攻不下去了。李乔翁三分线两大步，哎呦，已经做好投篮的准备，就是等你球过来而已。最接近这两次的进球的投篮，我们的防守连手都没有伸起来。那对于一名射手的防守，最起码对球的干扰的一个干扰性一定要非常的好。李振如前进去接球没有？哦呦，胡代豪这大巴掌真厉害！哇，这个球算是非常的高级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在代豪的正前面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啊，的确是利用他自己一个手的感觉跟一个长度，把这个球补进去。吴代豪这边第一波的封阻成功，篮板吴建龙帮忙收下来，再弹到了吴代豪身上，往前推进。陈顺祥可以等拖车。哦，香港队的回防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所以为什么今天的比赛我们很少看到中华队团体的一个快攻的一个打法哦。高位吴建龙拿球，低位给不过去，不过林一辉这边 wide open 的三分线偏了篮板，陈顺祥拿到，直接起。陈顺祥的高度几乎就是香港队中锋的高度，所以这一次打得非常的明确，你没有必要再传出来重新组织了，在篮下其实就可以打掉。外线又干扰了一下，篮板要保护好啊，方哲毅还是捡回来。李乔峰再拿一个掩护机会没有出来，这边轮转得很快，方哲毅没进，篮板想拨回来，杨明雄还在位置上等到了，哇，吴代豪这一次硬是把你的右手封住，哇，吴代豪有点感觉他快受不了了，这个领先才六分，他真的快点俩攻了。来看一下，明显就是右手干脆，哇，嗯，硬碰硬。我真的发现这个梁明雄比较不惊喜哦。哇哟，哎呦，黄镇伟，其实这个球队啊，其实除了方成毅啊是做一个比较积极的跟抢，其余几乎都有都会投外线，都会投三分线。余振如收球，机会没有出来。李辉、吴建龙拿回弧顶。我是吴代豪，换边吕振如，换颜色吗？有，不过裁判认定是个两分球，一个两分球。我进球就算是一件好事了。最后两分二十秒，77-72。杨明雄给到方成毅手上，不过目前禁区完全被抵出来啊，所以没有任何人。方成毅这一球没进就完了，但他就是会进。然后可以近一点，他们个人能力的单打啊，算是非常的好。你看到香港队做到一些团队啊，很少，几乎都是个人能力啊，去做一些突破，寻求一些单打的机会。李振强，哇，梁明雄又把球给抄回来，裁判认定梁明雄自己把球带出去，这个推挤是合理的，哇，裁判认定是这样的，我这一球还是要小心的，就是你梁明雄已经把你的一个传球的路径都掌握得很好了。很精忙，直接往里面掉，换边，哇，这次换边很快，就看林一辉能不能把握。吴建龙篮板抓得漂亮，进攻篮板再来一次。感觉林金忙真的有
当一号的巅峰，没错。比起这个传球都还算蛮漂亮。进入到下半场之后，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节奏也非常的清楚。当然啊，这个缺点就是我们的防守还是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们几次的一个倒球或一个站位的观念都还算是清楚。尤其我们在第三节到包含到现在，这个三分线命中率啊，慢慢的又复苏起来了。哇，吴建宏，可惜这个罚球没进，这个罚球命中率是蛮高的。出手过后啊，人就急着要往后退了。你应该看着球去做到一个完全的出手，再去做一个退的动作。两罚中一，四分差。南明雄这回是林金棒的手，他可以把身体压低一点。陈耀祖给回李乔峰，现在林一辉在补判他，这球有挡到。其实只要阻挡到他的流畅性，跑位的流畅性，其实这种定点射手命中率必然会下降。于正往里面接，这是教练的指示，因为对方五次犯规了，团队没错。于正人很听话，刚刚教练给他使个眼色，马上就开始操作了，成功的切入得分，也逼着香港队喊出了暂停，80-74，剩下1分06秒。好，利用这个机会，教练持续要做一些提醒。喂，多场首要条件搏三分先，呢、這个信息系冇错过嘅，得唔得先？包括阿江在内，包括所有人在内，阿贾攞到波就铲入去。好啦，第二样嘢入唔入都好，我个布防我希望早少少前面逼呢场波，我输10分，我都系输俾佢。但如果我早少少去逼，可能佢因为咁样逼。令佢個節奏打敗啲，我要個節奏，我相信唔係話我逼就可以逼甩佢個波，但我想佢個節奏唔好揦住喺度猜我哋，明唔明先？好，主要是在進攻先提醒一下，主要在我主打的一個方式，那現在就在防守上的交代了。慢慢的掉，懂意思嗎？如果還有壓迫，不要慌著處理球，都比較高，都沒有找角都 OK 哦。好，懂意思嗎？不要急哦。来，我中华队这边啊，刘俊彦教练是提醒了，这次进攻完，其实对方想要去做到一些超节的话，必须要把这个防守阵型往上提啊，就往上去做一些压迫。当然了，场上的身高优势是在我们这边，不急着要去运球或下球，用传球去代替运球的速度，会来得比较适当。好。中心的发球直接被拍掉，所以还是香港队的球权。绝对不能去放到三分啊！几名的射手啊，就算要去对球掩护，也要去做到一些帮忙啊。这球往里面接，梁明雄终于今天第一次接入，球被夹掉。好，这个哇，他们还是选择到会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慢慢拖了一下。金宝先带回到中央，金宝。大脚转移回来，吴建宏给他进去，吴代豪再给他吴建宏，好球，好没进！哇，这攻势打得很清楚，但可惜了 ，OD 没有把球摆进去。好，这个犯规让中华队的团队犯规已经进入到第五次了。啊，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加速度当中，林金邦有点跟不到。不过这个团队犯规也进入到加罚了，这无形当中也是给香港队一次得分的时机。不过李乔峰，我觉得这个时机他不想要，第一罚没进，三分线投多了，反而站在罚球线，这个感觉不是说来的那么特别好。两罚中一，还剩下34秒，中华队打得快的话，还有朱博万的机会，但没有必要。说真的，稳稳的攻一波比较确实。往前给，人数上的优势，林金榜，大脚转移回来。如果香港队想赢，他一定得犯规。不过看这样子还不打算犯规的话，啊，有用超的。那就要守住这一球，前面梁明雄这个右手没进，球出界。虽然9.5秒，不过刚刚也是惊险。说实话，林英辉刚刚那个球，我认为传的算是正确。吴建龙没有把这个防守者卡在后面，不断的想要去趋前去做到一个接球的动作。当然，你没有卡到人去做到趋前，可是防守也会跟着你向前去做到一个往前倾的一个超节的动作。当然，吴建龙这个他是打中锋，他必须要把这个位置卡好，
我觉得你要再拖时间的话，五个点，如果你要去想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接球的方式，就是把位置卡好，稳稳当当把这个球接好，这样才算合理。因为刚刚香港队其实在剩下大概十五秒的时候，他并没有很积极去做犯规，其实应该把空间拉开，做很确实的一个传球位置。就算要一对一的话，他要把你手上抄到的话，这个几率太小。最后的九点五秒，中华队的进攻。带好你跟那个建龙，在这边这个方向。哦，这四个可以给你接哦，有接到就散开喽，不攻都没有关系了，懂意思吗？好，来。好，目前五分的差距，九点五秒。当然，时间上中华队可以确实的掌握。的确，像刘教练所说的，不攻都没有关系。没错。但重点是，就算你不攻，也不能让对手把球拿走。除非香港队放弃了，要不然马上要犯规。对。但这个球应该要交给罚球命中率较高的球员，那吕振如应该蛮适当的。好，直接给到吕振如。啊，罚球直接犯规，非常的正确。吕振如的高度去打到前锋，其实这个球可以罚得很简单。好，不过今天从第二节后半开始，刘俊彦教练做的唯一完全没有在做跟动的一个选择，就是把李伟伦跟周志华冰起来。那为什么去冰这两个球员？其实球员自己也要稍微思考一下，为什么今天到最后得用林金榜，得用林一辉，用吕振如来当整个球场上的攻书导传？这其实出入一些问题。没错，当然如果你选了控球，那就控球不能用，这个是非常头痛的问题。那当然这个中华队啊，现在阵容当中已经有两个伤兵了，那如果教练团对于球员的一些的不是说非常的相信的话，其实明天要对到韩国队，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目前状况啊，林一辉、吕振如、吴建龙、吴岱豪，再加上林金榜的控球，这下半场几乎没有休息啊。南明雄分出去，王振伟的出手被盖了火锅球出界，王振伟的球就来得简单了，他永远是站在那边定点等矮个子去突破，他就站得好好的投篮。好，最后一点六秒，中华队的胜利应该是收进口袋里面了，随手的一抛时间就到了，比赛结束，最后中华队是以82-75七分之差击败了香港队，持续守住了他们一败的成绩，一直中华队拿下了第三胜。明天重要是拿下胜利，就可以挺进到冠军战。不过今天所犯下的错误究竟有哪些，自己要记得，同时要面对明天韩国队不能再犯错。那当然，第一个我认为在一个失误率的方面，我觉得开局的确是打得非常差。再来这几天赛前的一个准备的功课跟心理的调整，有没有马上进入到一个比赛的状况？我认为明天还是要去做一些调整。啊，再来就是我们篮板球的巩固，当然上半场算是还不错，可是失误率过高。团队的一个体能的状况，甚至在一个五个人的快攻有没有达到非常的确实，明天碰到更凶悍的韩国队必须要去注意到。好，中华队这场比赛赢了，但记得场上还有焦点要持续的关心，因为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将他们明天能不能晋级很重要的关键。待会儿韩国队将要出战的是中国队，韩国队现在就在场上开始热身咯，他们是全力要拿下这场比赛，所以中华队记得好好的观察对手，希望明天在中韩大战还是有相当精彩的表现。好，至于在新台湾这场比赛之后，这场比赛走到这里也要先稍微的告一段落，谢谢教练小明，谢谢教练，谢谢，我是高明贤，感谢各位收看，不要走开，精彩好球马上回来。I'm stressed, I'm stressed. I got the good love, girl, you didn't know. Girl, you didn't know. Girl, you didn't know. I got the good love, girl, you didn't know. Girl, you didn't know. Girl, you didn't know. Lord, if I Girl, you didn't know. Girl, you didn't know. Girl, you didn't know. I got the good love, girl, you didn't know. Girl, you didn't know. Girl, you didn't know. Cuff, cuff, cuff.Everybody know that I'm scared of this. Pop, pop, pop. Make them drop.